早上好，欢迎搭乘2023年7月9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一起来看到俄乌战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结束了对土耳其的访问，他在离开时带同了5名原本要留在土耳其的亚速营战俘一起回国，这也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俄方批评土乌两国违反有关的战俘交换协议。而另外一方面，波兰加派了1000名士兵到东部驻防，防范收容了俄雇佣兵瓦格纳集团的白俄罗斯。泽连斯基离开土耳其之前，在机场接回乌克兰亚速营的5名指挥官。他们乘坐大巴抵达机场后，逐一与泽连斯基拥抱，之后再一同坐飞机返回乌克兰。去年俄乌战事爆发后，俄军围攻南部马里乌波尔，大批乌军死守在亚速钢铁厂，其中包括被俄罗斯视为恐怖组织的亚速营武装分子。他们最终在去年5月中，因为弹尽粮绝向俄军投降，超过2000人被送往俄罗斯囚禁。到去年9月，其中一批战俘通过俄乌战俘交换计划获得释放，但根据协议，当中这5名亚速营指挥官需要转移至土耳其，直至俄乌冲突结束后才能回国。5人返回乌克兰利沃夫后，出席英勇士兵的授勋仪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土耳其及乌克兰违反有关协议，没有向俄方通报便容许这5人返国。他肯定这与乌克兰近期的大反攻面临失败有关，而土耳其也可能因为北约峰会即将召开，需要释放乌军战俘以展示团结。俄乌战事7号踏入第500天，乌方声称俄军攻击东部城市利曼，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俄方就称南部奥利什基有2名平民在乌军炮火中身亡。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已有9000多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500名儿童，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高于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发放此前到访蛇岛的视频，以1年前从俄军手中收复蛇岛的胜仗激励人心。俄罗斯则在同一天发放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察俄南部军区新建部队训练的事项。另一方面，波兰开始增派1000多名士兵到东部加强边境防卫，以防俄雇佣兵瓦格纳集团转移到邻国白俄罗斯后，导致两国边境紧张局势加剧。波兰国防部表示，驻防东部的是第12及第17机械化旅，以及接近200件装备。波兰2021年时曾经指责白俄罗斯故意制造边境难民潮，将一批中东及非洲的难民推往波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俄乌局势目前的最新进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巩固与乌克兰关系的同时，也会与俄罗斯保持对话，不会给破坏俄土关系的人任何机会。法国媒体报道，目前大约有100名法国雇佣兵在乌克兰作战，另外10人已经战死。俄罗斯国防部则声称，俄军凭借火力打击，在1天之内消灭了赫尔松方向多达80名乌军，并且击毁了11辆汽车以及2门自走炮。另外，顿涅茨克俄控地区官员声称，乌军在7号下午向当地发射了5枚155毫米炮弹，造成了民房严重损毁。而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乌军忽视了顿涅茨克的俄军实力，导致乌方的兵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乌克兰国防部长涅兹尼科夫在7号对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表示欢迎。他强调，乌方将会遵守5项原则，包括乌军不会使用集束弹药攻击俄罗斯的领土。列茨尼科夫在推文中称，乌方欢迎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武器，称将极大地帮助他们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同时拯救乌军士兵的生命。列茨尼科夫还称，对于集束弹药，乌方将遵守5项关键原则，分别为：乌方将只用于结束对获得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的占领，不会将其用来针对获得正式承认的俄罗斯领土，乌方不会在城市地区使用，以及将只在俄军集中地区使用集束弹药。
乌方也将仔细记录集束弹药使用情况，当乌方收复被占领的地区，将会优先排雷，并向伙伴通报使用情况，以确保透明通报的标准。集束弹药俗称子母弹，借由散布子炸弹的广泛地区，造成区域性杀伤。但由于一些子炸弹不会立即爆炸，在冲突结束后，极易对平民造成伤害。目前，全球有123个国家签署了禁止使用集束弹药的国际条约，包括美国的大部分盟友英国、法国、德国等。但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没有禁用集束弹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此前曾经指责俄罗斯使用集束弹药可能构成战争罪的美国，宣布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之后，俄罗斯外交部予以了强烈谴责，并且强调此举丝毫不会影响俄方军事行动目标的实现。另外，美国的多个北约盟友纷纷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了反对，可能会加剧北约内部撕裂。但是白宫早前就否认了北约内部就此出现裂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旨在最大程度拖延冲突，也意味着美国及其附庸国日益深度卷入冲突。他指出，美方深知乌方有关谨慎负责使用集束弹药的承诺一文不值，美方因为集束弹药爆炸酿成的平民伤亡担责。他还认为，供应集束弹药是乌军反攻失败情况下无力和绝望的证明，更无碍俄军事行动目标及任务的实现。扎哈罗娃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应有回应。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情报官员李特受访时表示，美方供乌集束弹药是因美国已没有155毫米口径炮弹可提供。他指集束弹药不会在战场为乌军带来军事胜利。另有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麦克勒姆称，将过时的集束弹药供乌有损美方权威，也直接违背其北约盟国立场，而此类武器只会带来痛苦和死亡。美国有多个北约盟国已签署集束弹药公约，他们都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作为集束弹药公约签署国，英国对使用集束弹药表示反对。他强调，英国将继续为支持乌克兰贡献力量，不过是通过援助坦克等重型武器来实现。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表示，西班牙重申对乌方的坚定承诺，同时也坚定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供此类武器弹药。加拿大政府发声明指，加方不支持使用集束弹药，并致力于消除集束弹药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不利影响，并强调加方始终遵守集束弹药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陈莹目前已经抵达了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恰巧防空警报响起，有当地的民众就表示，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常生活变化很大，对于频繁的防空警报也已经习惯，除了尽量的去尝试回归正常生活，也没有许多其他选择。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到哈尔科夫，500多公里的距离，大概需要6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能看到很多军车、运兵车和运送武器装备的车辆。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广场上，陈设着标志性的乌克兰国旗色帐篷和一些纪念装置。有当地市民向我们介绍了去年3月1日哈尔科夫政府大楼附近被轰炸的情况。It was first of March,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metro station. They tried to hide in the metro station.And in the early morning, if I'm not mistaken, it was at 7 o'clock, Russian bombed this place because our volunteers tried to collect some help for our people and send them to Donbas. And it was awful because a lot of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with this bomb and a lot of people tried to go outside from the metro station and then they saw and this sound from the bomb.哈尔科夫市中心看上去很空旷，能看到广场周边很多建筑的门窗都因去年遭受炸弹波及而仍然处于被遮挡的状态。路面上有一些停车，但行人却不多见。这位市民说，去年2月战争爆发后，在哈尔科夫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Every day before last year, it was full of people, full of happiness. Like some musician in the street, a lot of music. Love and yeah,
unfortunately now we have such situation. 我现在这里的位置是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广场上，那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去年3月1号被轰炸过的一个标志性的哈尔科夫的建筑。那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哈尔科夫的上空正在响起防空警报。防空警报这样的情况在哈尔科夫目前是很频繁发生的，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那哈尔科夫的一些市民也跟我们说，他们觉得已经习惯了这样警报经常发生的情况，并不觉得说在警报发生的情况下需要马上找到避难所去避难。Did you hear the air alert? Yes.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That is scary, but we live here, so and the underground is near, yeah, so we can go down.So it's not so scary like before. Now it's a little bit easy, but before it was so scary for us. So you're used to that sound. Yes, yeah. But can you hear that really like every day? Yes, every day,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is really scary because at night, I'm so scared because I start to remember first day when I escape and try to hide. So, and I live in 16th floors. So I always scare that in my roof,bomb will shut, so every night I'm scared. You have already come back to the normal life, I mean, or not? Not. We only try two, but it's not normal life. No, it's impossible normal life with this. Yeah, of course. But people need to live because people try to work, study, and meet with friends. So what we can do? We cannot always hide in the house. So yeah.We try make our life like normal, so we live with that. 目前哈尔科夫晚上11点开始宵禁。我们采访到的市民表示，会在天黑前大概9点之前就回到家中，因为天黑之后独自在街上会有不安的感觉。凤凰卫视陈莹发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内部在8号再有换帅的传闻，防长绍伊古将可能会担任政府副总理一职，并且负责管理西伯利亚地区总统全权代表工作。一位接近克宫的记者也表示，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叛乱事件以及俄军近期的表现，让绍伊古团队的离开已经是决心锁定。总统普京和政府总理米舒斯金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绍伊古的工作安排。今年11月份，就是绍伊古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11周年，这也将是继弗罗西洛夫之后最久的国防部长。能够接触到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消息人士认为，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叛乱的事件和俄军近期的表现，绍伊古的团队离开已经是决心锁定。对于俄罗斯军方来说，这一决定是意料之中。俄罗斯国防部长在俄乌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应当由职业军事家来担任。目前克里姆林宫关于绍伊古的最终的决定尚未做出。俄罗斯专家认为，根据社会学的预测，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在俄罗斯政坛上已经死亡，但是瓦格纳的存在必须也要有法律的依据。无论是瓦格纳阴谋论也好，但是有许多事实已经决定瓦格纳组织的严重的缩水。近期叙利亚情报部门和军队协助了俄罗斯军方消灭了在叙利亚的瓦格纳的军事组织，联合行动于今年6月23号晚上进行。叙利亚采取的行动的措施，这包括封锁了瓦格纳营区的电话线和移动通讯等，以及通知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的指挥官们抵达俄罗斯赫梅米军队的所在地，以迫使他们离开叙利亚，或者是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支援兵的合同。据叙利亚消息人士透露，瓦格纳部队在叙利亚的总人数不超过450人。据悉，拒绝签署合同的人员已经被俄罗斯运输机带离了叙利亚，具体的人数不详。俄罗斯媒体指出，目前超过30000名的前囚犯的瓦格纳成员从乌克兰战区返回到了俄罗斯境内，并获得了俄罗斯当局的赦免，但是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治安的问题。
5月3号，19岁的塔吉亚娜·莫斯提科的尸体在克拉斯达达尔边疆区的列宁格勒地区被发现，他被赦免的原瓦格纳成员抢劫并被杀害。在莫斯科市的丘布科夫谋杀案中，有两名原瓦格纳成员也被指控为杀人犯。有关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目前的下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再次强调，他们不关心普里格任的任何信息。据悉，目前在白俄罗斯境内已经有200多名的瓦格纳雇佣兵在当地进行落脚，而瓦格纳的主力目前仍然停留在卢甘斯克的军营内休整，重型的武器也并没有进行完全的移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8号表示，在乌克兰反攻的背景下，扎波罗热核电站极其脆弱。格罗西也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一直在站内工作，可以实时接收信息。星期六，日本媒体访问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格罗西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专家们检查了核电站大型冷却池附近的区域，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地雷和爆炸物。没有找到爆炸物，但不能放松警惕，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俄罗斯核能集团的总经理顾问卡恰也表示，当下乌克兰当局发动军事袭击和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的威胁已经减少，但并未消失。此前卡恰强调，基辅将于今年的7月5号晚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的核电站。乌方还计划使用弹头装满放射性废物的圆锥U型的导弹对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打击。虽然在俄罗斯强大的信息公开的背景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爆炸并没有发生，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正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所说的，基辅通过破坏卡霍夫斯基水电站也表明，他不会回避任何已经被基辅政权认定和想要做的事儿。星期六，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地区代理负责人叶夫根尼·巴利茨基在他的电报频道中写道，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泛燃料的安全性目前得到了强化，所有泛燃料库都被填充了加固的混凝土，专家们也不断监测背景辐射的水平。另外，防护墙周边也已经安装监控和核辐射泄漏的预警的系统，这些设施并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的认证。我们现在呢位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我的身边呢就是刚刚到扎波罗热核电厂应聘的李勒的干活者。李勒，我请不一样的李勒，вы хотит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ть, да? Ну да, хочу устраиваюсь. Решено или нет? Ну, пока документы исправляем ошибки, котор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 вы... Озеленитель. Озеленитель. Да. А вы где живете? В Энергодар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Я? Ну, русский паспорт у меня сейчас. Да. Выходит россиянка. А здесь работаете, это зарплата нормальная? Ну да, обещают нормальную, я же только устраиваюсь. Например, сколько? Ну, я думаю, 1030 с чем-то. Здесь на фронте очень близко. И ничего? Да как куда деваться? Заберите меня в Китай.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Меня и моих детей.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老百姓们表示呢，特别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目前的军事态势都是不容乐观，但是呢毫无任何的办法，对老百姓来说。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阿拉曼、伊万·嘎嘎耶夫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报道。好，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我们稍后见。
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八号在北京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就两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八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欢迎他担任财长之后首次来华访问。何立峰在会谈中首先介绍中方立场，指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他并表达了对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的关切。何立峰并指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就经济经贸领域的具体议题展开对华沟通。经过习近平主席的授权呢，我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愿意和财长女士一道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一系列问题呢，开展对话沟通。耶伦也在会谈中阐述了美方的看法，认为两国应进行紧密的沟通，交换看法，为发展各自经济做出更好决策。耶伦也重申，美中两国应寻求一种健康的经济竞争关系。I also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seek a relationship.Of healthy economic competition that is not winner take all, but with a fair set of rules would benefit both our countries over time.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bout specific economic practices, we should and will communicate them directly.中美双方同意就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沟通与合作，双方并同意继续保持交流互动。耶伦这次来华同中方官员进行了多场会谈，就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达成重要共识，都强调要加强沟通，要互利共赢。双方并开始就具体的宏观政策以及经贸议题等开展对话和沟通，可以说为构建健康的竞争关系向前迈出了一步。在九号上午，耶伦还将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个人记者会，来总结这次的访华行程。凤凰卫视倪巧文、侯有韵北京报道。正在韩国访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八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有参与日本福岛核污水处置评估工作的专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提出过异议。而当天，韩国民众持续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敦促韩国政府反对日方排海计划，也批评日本一旦将核污水排海，疑祸无穷。八号下午，韩国多个党派、社会团体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大规模集会，手持标语和旗帜，继续强烈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并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敦促韩国政府反对日方排海方案。当日，格罗西在韩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报告形成的过程中，专家团队内部并未出现反对声音，而这份报告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终报告。他又表示，此次到访韩国是为了打消民众忧虑。格罗西当天还会见了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熙，并将于九号会见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相关人士。接下来，他将前往新西兰。格罗西七号夜间抵达韩国金浦国际机场，遭到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韩国政界人士及市民团体在机场强烈抗议，导致格罗西不得不改变离开机场的路线，直至凌晨才得以离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同样是关注到了日本政府最快在八月开始就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污水排放入海。邻国俄罗斯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在周五宣布下令加强监测日本进口的鱼类还有其他的海产。俄罗斯目前允许从日本进口食品的条件是，这些产品必须要附有日本相关部门的声明，说明其放射性物质的浓度是低于适合的法律标准。声明当中也必须要附上放射性色含量的证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晚间抵达韩国，众多的韩国民众都抗议格罗西的到访，也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废除这一份似乎是为日本定制的评估报告。
而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今年8月就会启动核污水排海进程。在中国内地，民众表示听说了核污水排海的消息，都担心对于身体会造成影响，会少吃海鲜或者吃国内产的海鲜。学者也批评日本坚持将核污染水排海只是考虑了经济效益，而核辐射物质排海造成最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目前没有数据支撑核污染物质到底会造成多大影响。阿拉烧不阿拉烧，不仅能用啊，老带劲了。帝王蟹、龙虾、生猛海鲜张牙舞爪，想要逃脱。不过食客们享受的就是这份新鲜。中国沿海地区虽然仍然在伏季休渔期，海鲜市场主要是进口货，买家依然络绎不绝。我在新闻上就看过日本排污水这种现状，我也觉得以后老百姓吃海鲜会受到影响，所以身体的健康着想嘛。自己会少吃一些了是吧？尽量的还是吃国内的那些海鲜。我们又不经常吃是吧，偶尔出差来玩玩来吃一回，不常吃应该没事，偶尔吃一两回的。老百姓不是不敢吃，因为你们这么多的人报道他也不敢吃呀，大哥他本身就没有多大，本身都是中国，就是说没有那个达到核辐射那里的东西，你非得说要人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跟报道都有关系。排不排污水跟我们什么事？好像青岛人对海鲜这个热爱是永远淹不了吧。在海鲜市场，普通的民众和商家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影响看法不一致。其实日本的核污水排海之后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这是一颗未爆弹。我们也采访了专家，专家说核污水处理现在的技术是成熟的，只是花费较大，耗时较长，日本只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选择了核污水排海。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丰民接受专访说，根据目前公益组织机构的数据，日本计划排海的污水核辐射值远没有达到海洋背景值的要求，与饮用水相比较更是远远没有达标。日本东电公司坚持使用被称作多核素去除技术的 ALPS 处理后，核污水符合排海标准。李丰民仔细分析了处理技术，认为被冠上新名称的处理技术其实是污水处理中常用的共沉淀法、反渗透法等。那么这些技术呢？客观来讲，对于这些不釉丝色这些元素的去除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采用反渗透技术的话，对这些元素去除还是不错。但是呢，对氚这种放射性元素的去除效果基本上是无效的。也就是说，经过这项技术的处理以后，我们这些核废水啊排放到海里面去以后，氚的污染依然存在。他说，福岛核电站属于老一批核电站，是清水反应堆，受污染的水中会有油、色、布、丝、氚等多种核辐射物质。日本采用的方法只是把有回收使用价值的部分进行了回收，重水氚几乎是直接排海。这些排海的核污染物质经过藻类吸附、小浮游生物进食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会受到核辐射物质的影响。这些放射性元素呢，既不能像有机污染物一样被微生物所代谢，又不能快速的沉降到海底，那么它是在水里面、海水里面长期存在的。那么这个长期存在呢，一定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尤其是重水的影响。这个长期的影响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毒理学的研究去支持。李丰民表示，未知是最大的恐惧，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核污染的未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没有长时间周期的研究数据支撑，也难以说服众人。核废料对生物的影响啊，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尤其是代际之间的影响，也就是从父母到子女到孙子哈，到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管是对于鱼啊还是别的一些海洋生物的影响，那么代际影响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日本方面称，排海的废水中即使有少量的放射物质，经过海水的稀释后对人体也无害。专家批评这是凭感情说话，站不住脚。污染物质浓度低到什么程度太平洋才能完整的稀释，完全没有数据的支持，这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处理问题。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青岛报道。
焦点再来转到法国，法国骚乱平息之后，在多家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的号召之下，法国多地在八号再有民众上街游行，继续反对警方暴力执法。在首都巴黎，大约2000人走上街头声援游行。鉴于最近法国的治安形势，法国内政部宣布，出于确保民众安全的目的，禁止在本周六举行以纪念7年前死亡的黑人青年为目的的游行。但在首都巴黎、里尔、马赛、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全法多地，仍有民众自发上街示威，继续对法国警方的执法方式表达不满。法国多家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近日谴责对贫民区的歧视性政策，呼吁本周六在全国各地举行游行。对日前在南泰尔市遭警察枪杀的17岁黑裔少年表达悲痛和愤怒，同时对警察暴力执法表达抗议。与此同时，法国反种族歧视女性代表阿萨·特拉奥雷在全法各地号召发起大约30场示威活动。他的弟弟阿达玛·特拉奥雷在2016年在被送往警察局的过程中死亡，事件一度使法国警方陷入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争议中。法国警方禁止了周六的相关游行活动，在首都巴黎依然有大批民众上街游行给予声援。阿萨特拉奥雷称，当局禁止民众游行表达不满是火上浇油的做法，是法国民主缺失的再次体现。Sauf que le dernier mot, c'est pas eux qui l'ont, c'est nous qui avons le dernier mot. Parce que nous on marche pour l'injustice et pour la justice. On marche pour la contre l'impunité policière. On marche pour la liberté.On marche pour la démocratie. Aujourd'hui, notre liberté est bafouée. Aujourd'hui, la France ne peut pas dire qu'elle est dans un état démocratique, ce qui est faux. On nous a interdit de marcher. Les raisons ne sont pas valables. On nous a prétexté qu'il n'y a pas assez de policiers. Beaumont-sur-Oise est rempli de policiers depuis 3 jours. Aujourd'hui, nous sommes sur la place ici. Il y a énormément de policiers. Voilà pourquoi nous disons, avec Assa Traoré aujourd'hui,Et tous les autres collectifs demain qui interdiront, nous serons dans la place publique parce que nos morts parlent encore. Nos morts nous parlent. Nos morts nous réveillent la nuit. Nos morts demandent justice. Et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samedi prochain, ici à République, eh bien nous serons de nouveau présents et présentes. Et ainsi de suite, jusqu'à ce que nous gagnions, que nous ayons toute la vérit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我们稍后见。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湖北省武丰县在八号下午突发了一起山顶山体滑坡，造成至少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外有9人失联。根据报道，事发是在当地的长乐坪镇月山村一处位于半山腰的高速公路工地，预估现场滑坡体是50万立方米以上，而当地应急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援等队伍正在现场处置，同时已经转移了村民8户。17人，而内地的暴雨未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国家防总维持10省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最新调度显示，东北和贵州等地部分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目前维持对辽宁、重庆等10个省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7号晚上开始，重庆多地再次出现降雨。8号上午，重庆酉阳多个乡镇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在黑水镇降雨导致街道被淹，店铺进水。此外，强降雨导致当地多处山体滑坡，影响交通。而在辽宁省，有19条河流涨水，其中绕阳河出现今年首个洪峰，当地及时调派大型机械排除险情，疏散转移沿岸村民。目前，绕阳河洪峰已过境。贵州毕节西洛河近2日也出现小幅超保，当地实施溢洪分流，撤离低洼地段群众400余人。目前西洛河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据预计，9至11号江淮及东北局地降雨较多，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气象台提醒相关各地提前部署应对。
与此同时，夏季高温也迎来峰值。在北京，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前往各加油站检查各类器材线路安全情况，并向工作人员讲解高温天气下的注意事项。山西气象台八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运城的一处高压供电设备出现发热，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迅速赶往现场，顶着高温实施带电抢修，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福建福州市八号出现超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在一处施工现场，项目部采取抓两头歇中间的方式，避免高温时段作业。据报，福建省高温将保持到15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台湾，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八号回到家乡嘉义县造势，期间有民进党籍的县议员现身对他表示支持，但是遭到了民进党警告。侯友宜回应指出，政治也需要人情味儿。有人讲要伫咱嘉义县打赢10万票，我相信用咱嘉义人的团结，那个倒也过来打个点票。侯友宜回到家乡嘉义造势，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他表示，嘉义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应该饮水思源。他感谢乡亲的热情支持，又形容故乡充满了人情味，呼吁嘉义人要挺自己人，让嘉义人胜出大选。侯友宜这次回乡拜票，同为嘉义人的国民党前副主席萧万长、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嘉义市长黄敏惠等人都到场力挺。而在过去曾支持民进党的黄文峰以及他的女儿民进党籍嘉义县议员黄银俊也现身。对于黄氏妇女疑似倒戈挺侯，民进党随即警告称或将以违党纪从重处分。侯友宜就表示，自己与黄文峰是小学同学，有近50年友谊，情感浓厚，不分任何党派，政治也需要人情味。而在7月23号国民党全代会正式提名侯友宜参选前，党内有传言称蓝营内仍有人想推动换将。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谣言太多，不值得驳斥，并痛批党内有破坏者发表不团结言论，警告指再犯将以党纪处分。还是先呼吁大家能够团结，然后多沟通，但是如果真正伤害到我们的候选人，不接受劝告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祭出党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世界因你而美丽，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人士分别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和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这届盛典在热烈的开场表演《醒狮》中拉开序幕。今年的获奖者来自科学研究、公共事务、体育竞技、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其中，历史学家许卓云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他提醒大家，当下关键是要安定下心来，不要随波逐流。有若干些人提定了心，拿他四周围的人安定下来，一小圈一小圈扩大成水波一样，给他别人影响。我们人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往后看是知道何所来，往前看是知道何所去。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奖人之一王坚被业内称为云计算之父。他说，云计算能够被社会广泛认识非常重要，也鼓励更多年轻人去探索未知领域。技术再了不起，它也是要被社会认可，所以我想呢，技术被认可，被社会认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您看你发明的技术对社会有价值，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而在体育竞技领域获奖的跳远世界冠军王嘉男，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选拔赛上拔得头筹，他也曾创下多个第一，包括中国第一位男子田赛项目世界冠军、中国男子跳远第一枚世锦赛金牌等。我就希望更多年轻人，包括年轻的运动员们能够保持自信，保持信念，然后相信自己，拿出我们现在中国人中国青年的精气神，然后不管在各个领域，体育也好，文艺也好，然后能展现出我们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华人盛典的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在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纷争不断，但全球华人仍年年如约相聚，华人盛典已经成为一条连接中外文化的纽带。作为海外最大的全媒体华语文化传媒集团，凤凰卫视将和全球华语媒体同仁一道，
更多倡导以交流化解隔阂，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心态，平等平和地展开国际交流，传递资讯，凝聚共识，成为推动国际社会沟通对话、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华人盛典举办十四届以来，百余位杰出华人先后登上舞台，向世界展现了中华儿女的卓越智慧与宝贵品质，也让全球华人因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嘉欣、杨希、赵伟、周明亮北京报道。世界因你而美丽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号在北京凤凰中心登场。已经举办了十四届的华人盛典，不仅是凝聚华人力量的舞台，也让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相互融合，共同繁荣。一年一度的华人盛典近20年来致力于讲述华人故事，凝聚华人情感，也成为了致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平台。泸州老窖副总经理王洪波说，希望借助这一国际化平台，助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在我们看来，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给全世界，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我们一直胸怀着让世界品味中国的这么一个梦想，以实际行动来助推中国的文化的世界传播。茶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数据显示，目前世界饮茶人口超过20亿，中国茶叶的种植面积、茶产量及产值都居世界前列，也成为连接海内外知己的纽带。来自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四川雅安的雅茶集团就希望推动茶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茶源于中国，传播于世界，是工人的三大饮料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借此机会，我们想让杰出的华人代表品鉴到真正来自世界茶文化圣山的中国好茶，也希望各位嘉宾喜欢雅茶，共同谱写中国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今年的华人盛典由凤凰卫视集团联合海内外15家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机构共同发起，希望从不同维度向世界共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办下去，第二个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面儿扩展得更宽一点，尤其是针对年轻世代的，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青年才俊，华人的青年才俊也当然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三个就是说要。借助这个新的这种媒体技术加强我们这个华人瞬间的这种影响力和辐射力。凤凰卫视周嘉欣、杨希、赵伟、周明亮北京报道。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我们稍后见。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荷兰首相吕特八号向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递交了辞呈，并且商讨看守内阁安排。吕特当天驱车抵达位于海牙的王宫觐见国王，就政府辞职一事作出解释，并且商讨看守内阁安排。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后，吕特驱车离开时拒绝回应记者的提问。吕特在七号晚间宣布，由于执政联盟四个政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难以调和，他会代表政府向国王递交书面辞呈。而荷兰议会众议院计划在十号讨论政府辞职事宜，议会随后将宣布解散，预计大选将在今年的11月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将于9号举行总统大选，这也是在新宪法获得通过之后举行的首次选举。凤凰卫视记者也来到了中亚古城萨马尔罕，来揭秘乌兹别克斯坦的选举投票站。欢迎来到乌兹别克斯坦。Saylovimiz bir kun bo'ladi. 7:00 soat 8:00 kechqurun 8:00 gacha. 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人在乌兹别克如何投票呢？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如果我是一个乌兹别克人呢，这里是一个投票站，让我来看看应该怎么样具体去投票。那么当然在你投票之前呢，作为一个乌兹别克人，你应该首先出示你的护照，向他验证你的信息，然后获取一张选票。 Please give me one piece of paper. Thanks. 当然了，现在这是一张白纸，因为我并不是乌兹别克人。那我们先假装它是一张这个选票哈。那么到这里呢，我会告诉这位先生我具体叫什么名字，他会把我的信息录
入到电脑里边，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整个乌兹别克的全国都可以查得到我的信息，保证我没有露头也没有重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在这里，在这张桌子上写下我心中心仪的候选人的名字，然后再把这张纸非常小心地约起来，然后保证没有任何人能看到之后，再走到那个投票箱当中再放进去。这次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共有四名候选人完成了登记，萨马尔罕区最大的投票站也是当地的媒体报道中心。这里是萨马尔罕州的总投票站，第七个投票站。这个投票站呢，有这个下面有1112个这个投票站，还有我们这个萨马尔罕州呢有209万4000个这个人回那个投票。上个月25号到这个月3号，已经过了这个过程，就是那个他们已经9万多个人已经投了票。这是乌兹别克斯坦在新宪法获得通过之后举行的首次选举。新宪法将总统的任期从5年延长到了7年。凤凰卫视高月佳、葛静、萨马尔罕报道。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拉脱维亚当选总统林克维奇斯当地的周六在国会宣誓就职，也成为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欧盟国家元首。拉脱维亚总统职位大致上是属于象征性质，但是能够去否决立法并且宣布举行全民公投。林克维奇斯自1973年出生，做过电台记者，在2011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而他也成为了拉脱维亚1991年恢复独立以来的第七位总统。他在宣誓之后讲话当中承诺会捍卫合法公正的拉脱维亚，为人民谋福祉，构建包容、人人受到尊重的社会。而拉脱维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将会保持不变，支持欧盟和北约，密切与友好国家和盟友的合作。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稍后见。